俗话说春乏秋困夏打盹，一些人进入夏季后打盹次数明显多了，白天时常感觉困乏，白天总是犯困，是否因为湿气过重？夏日怎么科学打盹呢？总是燥热心神不安无法入眠，应该怎么调理？老是打盹是否对身体不好？夏天到来后，王女士很明显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进入了夏令时模式，对比春天时有一段时间昏昏沉沉，她发现夏天的困乏并不一样。王女士并非个案，最近一些老人也反映总爱打盹，有时候坐着坐着睡着了，也不知道老打盹会不会对身体不好。夏天阳气旺盛，人体出汗多，新陈代谢加快，天气炎热时人体能量消耗大，容易出现困倦症状。如果时常在室外跑动，出汗多，电解质如钾，那随汗液流出，人就会感到劳累，心火旺盛，心情容易烦躁，尤其是夜晚睡眠比较浅，难有深度睡眠，人体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休息，因此觉得困倦就很正常了。打盹是好事，可以促进身体休息，中医有自午睡的说法，夜晚日时，白天午时，阴阳交界时人体消耗比较大，这个时候适合休息，因此建议选择中午这个时间午休，半小时或是20分钟都可以。不过坐着坐着睡着不自知的情况要警惕，这是因为夏天雨水多，天气潮湿，人体积聚了湿气，痰湿引起湿气过重，头重，困乏倦怠导致睡着了也浑然不觉，这种情况就要注意健脾祛湿了。如何避免空调病？除了夏日困乏，对于不少上班族来说，夏天最为常见的就是空调病了。一些工作场所空调的温度十分低，甚至还需要穿着长袖工作，长期是否会导致体质虚弱呢？现在不少大楼采取的是中央空调，室内处于一个相对密封的状态，空气不够新鲜，在密封环境内人会容易觉得困乏。另一方面，长期处于空调房的低温中，阳气会被遏制，夏天皮肤腠理处于疏泄的状态，长期在低温空调房会导致皮肤受冷而紧闭。建议长期在空调房内上班的人群，晚上可以做些微微出汗的有氧运动，让皮肤腠理恢复其夏日需要疏泄的天性，打破阳气被遏的状态。此外，晚上开空调睡觉时温度不宜过低，一般25度26度比较合适，体虚以及老人可以调整到26度28度，一般凌晨3时后入夜气温逐步下降，这时可以关闭空调，避免半夜受凉。在饮食方面，如果无法避免长期吹空调，体虚胃冷，建议隔10天或一个月左右吃温补类食物，以温补滋阳，入夏调理锦囊，宜适当运动，夏季皮肤腠理喜疏泄，运动能够顺应这个季节身体器官的需求，强身健体，促进排汗排毒，但要注意适度，预防中暑以及热射病。二、营养均衡，夏天以清补健脾祛暑化湿为原则，肥甘厚味急燥热制品不宜食用，应选择具有性淡滋阴功效的食品。三、补充电解质，由于流汗多，钾钠等电解质从身体中流失，容易引起疲倦，因此可以多摄入一些含钾钠的食物，例如橙子含钾比较丰富，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榨汁。四、健脾祛湿，人体湿气靠脾胃运化排出，如果脾胃弱，湿气停滞体内引发多种症状，健脾祛湿的食物常见有淮山药、薏米、茯苓、赤小豆、芡实等。五、注意清热气，夏天的祛湿常与清热搭配，气温升高，如果摄入过多肥厚油炸食品，也容易热气上火，如果感觉口气臭、舌苔黄等上火症状，可用莲子心、蒲公英的熬糖水，糖水有清热功效。六、注重养心，秋为节律，冬至重病，这里说的心病并非是指现代医学上的心血管病，而是指精神方面的有关神志、
情志的病。夏天要注意调整心志，凝神平息，养心神，放松心情。夏季食疗方，一降心火，莲子心、甘草、荷叶各取适量泡茶喝，可以放些毛尖、绿茶等一起泡。二健脾养心，参苓白术散、桔梗、党参、白术、甘草、茯苓、白扁豆、陈皮、莲子、淮山药、薏苡仁、砂仁。此方健脾养心，可不用桔梗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